好多钱斤了？三十来。啊，我切个20块钱左右的吧。20块钱。啊，切瘦一点的哦。嗯大家好，前一段时间我家的菜白菜萝卜全部长得很好哦，今天回来把草铲一下，干死了回了，过两天就可以切掉了哈。这葱子上面也长得都安逸。哦，你好大一窝哟，切你的菜回去吃。野菜要淘个15道。我回来也吃烂了的切哇，切切的烂鱼。上看看喽，从来没切过。快快的，好烫哦！哎呦，倒入调料，拌起来。好没有？好了，稍微白一点点喽，往里面白一点点。好。快过来！哎，一看那野菜那个料很得起了，煮熟了。那个野菜叫啥子菜哟？我也没有晓得。我也找不到那啥子菜。叫个酸菌草啊。酸菌草，好像是酸菜哇。今天上午回来，管的菜耶，看嘛，火炉没煮到，现在1点钟了，开始吃哈，在街上。买的那个卤肉，今天早上赶场哈，我们在街上逛了一下，稍稍回来，他说我还在街上捡到，说赶场，来把那卤肉给赶来。我地都挖完了，又回来，然后又是说，把那卤肉赶在面里面，超级好吃哦。卤肉面咯、哎。还有葱子都搞完了。哎，可以把那葱走。就是香葱。哎，一层卤嘛，啊，做个事。哎，不要喂，看到都不舒服啊！不要，要一个弄。你不弄我弄，加点那个卤肉上面。哎呀，硬是乱整。这个加点。炒起来，炒起来！今天中午就吃面哈，卤肉面。在街上买的那卤肉啊，21块钱，还是有那么大一盘咯。大家喜不喜欢吃那个卤肉啊？啊，瘦的肥的都有哈。卤肉哪个不喜欢吃？嗯，来你吃看那个野菜。我不吃。上干的快点。酸点。大家吃过的野菜没有？很多人呢，他都吃不来，他确实有点酸那个口味，还是好吃啊。我跟网上那个说的叫马吃草啊。马吃草。马子菜，我跟你说，它本身那个菜就是酸的，还好吃。哎，我再加点老干妈的面，要不要？也放点好吃。拿不来，我加那么多菜就喝。不怎么了。你讲个烟就好吃啊。来，找个红面。挨点儿，挨点儿，好，快点吃着。煮面还煎了个鸡蛋喽。你还给我煎了个鸡蛋嘛？一个鸡蛋呢。啊，川哥煎的鸡蛋矮矮耶，放进个上的哦。我还是有收益啊，有收益有收益，生怕那个不夸张一样。不是，你在坡上煮活路，看嘛，我煎鸡蛋，搞野菜，那都是好吃的啊。你肯定要弄点好的来犒劳我一下呀。煮弄大碗面，
红哥吃的啥子？今天回来吃的卤肉面呐，看嘛，你吃没有？吃了。你看哇。你上坡有爪子摘菜哟、哦。你婆婆一路摘菜，是不是？你烧切的啥子？切的好不好？切干干没有？炒的瘦肉。哦。炒的肉丝，安逸哇。哎呦，两个手就给你打掉。你共吃嘛。今天中午这么大一碗卤肉面，肚子也吃得饱饱的，吃撑的哦。你吃饱没有？你说呢？好，再见再见，拜拜。那个红绳没脏啊。我走了，还没长脑壳呀！哎呀，好大的太阳哦，那么大的太阳，啊！长的脚脚，看看有没得？别的呀，我弄宽看哇，就我那里几个红薯，啊，那红薯好小哦。嘿，你都找不到，红烧没长得大，看哇，这么小。